上周末，美国德州和俄州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，在国际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。近日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案件本身及遇难者身上。但美国第一女儿、非白宫正式顾问伊万卡却唱起了反调，呼吁人们关注同样发生在上周日的另一个案件。当地时间周二8月6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女儿伊万卡连发两条推文，呼吁人们关注上周日发生的芝加哥枪击案。然而，在该推文发出不久后，他就遭到了芝加哥黑人女市长的打脸，被对方指责胡说八道。他在相关推特上写道，在风之城芝加哥的一个游乐场附近，有7人死亡，52人受伤，几乎没有全国性的愤怒或媒体报道。我们不能对芝加哥市中心社群每天面临的暴力事件麻木，并呼吁人们关注芝加哥这个一年中最致命的周末。这条推特的内容引起了芝加哥市长洛里莱特福特的愤怒回应。他指出，在上周五至本周一凌晨，芝加哥共发生了29起枪击案，没有一起是死亡案件。伊万卡所口中的那起枪击案，正确发生地点是公园，受伤人数是7人，而不是伊万卡所说的死亡7人和受伤52人。另外，这也不是芝加哥最致命的周末，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有8人被枪杀。另外，2人在刺杀中丧生。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有8人被枪杀。这位芝加哥市长说，当我们谈论人们的生活时，重要的是让事实正确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正确的事情，那么你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这一点。似乎在暗讽伊万卡虚情假意，因为伊万卡本可以向他确认一下事实。据了解，洛里莱特福特在刚上任芝加哥市长一职时，伊万卡就与其会过面，两人还讨论经济振兴、劳动力发展、职业教育、CJR 改革和犯罪预防等问题。在伊万卡传送推文后，有媒体指责称，伊万卡此举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，试图将他的父亲从两起大规模枪击案中拯救出来。上周末发生的两起大规模枪击案一共导致了31人死亡。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德州枪手具有强烈的反移民情绪，而俄州枪手则是反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。有许多人由此认为，特朗普本身在推特上的一些种族言论具有不可推脱的责任。特朗普是个种族主义者，他在这个国家煽动种族主义。他不仅冒犯了我们的感情，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性质，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现。德克萨斯州前国会议员贝托·奥鲁克说，今年5月特朗普在谈论移民问题时表示，拉丁裔移民对美国就是入侵。枪击案发生之后，特朗普发文表示悲痛，同时将枪击案的发生原因导向了枪手个人的精神问题，但这一言论并没有说服美国民众。前国务卿希拉里指责特朗普避重就轻，为自己的失职开脱。与此同时，有媒体爆料，特朗普在枪击案发生后，一边发文表示悲痛，一边却出现在一场婚礼现场。而与伊万卡的失言一样，特朗普在本周一5日还将枪击案发生的混淆了，说成了托莱多。特朗普的种种表现引发了美国人民的愤怒。有网友评论，恶心，我本以为他已经糟糕透顶了，居然还做出这种事。在芝加哥这条备受嘲讽的推文之前，
伊万卡也曾对德州和俄州两起枪击案进行公开回应。他发文批评白人，至上是一种必须摧毁的邪恶。但人们似乎并不买账。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阿瓦马赫达维表示，如果伊万卡真的反对白人至上地位，那他可以去他父亲的办公室，尝试劝说他。但事实似乎说明了一切。据了解，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8月7日对两起枪击案的发生地俄亥俄州和德克萨斯州进行访问，但当地人民似乎并不欢迎他的到来。